想要模仿一个人的容貌和说话声音并不难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好啊，先杀光他，要死要滚，上一场我定将他们碎尸万段。说说行。哎，在呢，你叫我名字怎么叫得这么好听啊？秋萍，你也想模仿我的绝世风采？我觉得因为他在的时候你看起来更像个人。已经替你料理好了，回去睡。你们两个松开。完了，和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再说一句，苍亮，别追了，让他自己回来吧。我是他。阿旭，发给我看看。阿旭，笑话呢？你们回来。